大兵哥，大兵姐啊，你不是在香港拍片？阿爷上床大宝嘞，阿你家，你今麦敢有二十万块叫咱阿娘？你上无传你五万块当？两万块会用起啦，要唔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咁我你卖生意去？阿爷娘，你搁要放电影啊？对啊，你要播什么片？喷火女郎。阿爷娘，大兵姐，你卖喷火女郎？这么轻的片，你想要怎处理？ 影响着白天啊，做生理爱靠本事啊。梦中是不在无边，眼睛是飘渺的你，夕阳红最送一世，何时？等来阮身边。